形意拳有心意拳、六合拳、心意六合拳以及形意拳多种称谓。古谱言：心意成于中，肢体形于外，或因取动物的本能特长，象形取意，取法为拳，故名形意拳。形意拳发源于山西，广泛流传于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北京等地。山西及河北为主的形意拳内容体系由形拳与意拳组成。形指的是十二形，龙、虎、猴、马、鸡、鸟、雁、蛇、驼、台、鹰、熊。意指的是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五行拳，以及三体式为基本拳法。河南的形意拳通称心意拳、心意六合拳，拳法以十大形为主。各位教练员、各位运动员以及所有的武术爱好者，大家好。我们经过第一课学习以后，我们基本掌握了形意拳最核心的三体式及其汤步练习。下面我们进行第二课，学习基本的拳法：劈、钻、奔、炮、横五行拳。首先，先看老师做一个劈拳的完整示范。下面我们学习形意拳的第二种劈拳方式，用拳形的劈拳。先请看老师的完整示范。
各位教练员，各位运动员，大家看了以后劈拳以后，下边呢我们有两个选择，也可以练习奔拳，当然也可以练习专拳。如果按照五行理论来讲呢，他应该练习专拳，但是请注意，如果把五行看成一个整体看，水火相近呢，当然也可以练习奔拳，这里边我们采取的是练习专拳。那么专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拳法，先看老师做一个完整示范。刚才呢我们学习了一个形意拳里的专拳，打的是一个拳形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大家看拳谱说专拳似闪，有的说似电，怎么理解？不好理解。好，我下边做一个专拳呢，大家可以理解到闪和电的感觉。好，请看专拳第二式完整练习。现在我们学习一下奔拳，请看完整示范。现在我们学习一下炮拳，请看完整示范。我们学习了劈拳、钻拳、奔拳、炮拳，我们还剩最后一个拳法叫横拳，请看老师完整示范横拳。刚才大家看了我们的劈拳完整示范，我们有两种形态，一种是掌形三元掌，一种是螺旋拳拳形的劈。那么我们下面讲解一下，我们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们只讲拳形的劈拳。好，从三体式开始。第一步大家请注意啊，回手如钩竿，大家注意看着老师手是抓回来，然后打那儿啊，打到这个丹田底方，形成一个丹田撞击动作。咦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注意回手如钩竿，出手如钢锉，又抓回来像钩竿一样刮踹。好，二的话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以胯吹动手做一个垫步专拳。二，好，第三很重要，大家注意，这时候我们用后背提起来劈拳，四腹通肺，要求是一气之起落，大家注意用后背的力量起劈。所以我们体会一下，子佳同学你在这儿，你看你体会一下，你把我手抓起来，对，抓住前后站。如果你看你要这样劈，这样劈是劈，它只是胳膊的劈，它没有用到了躯干的力量的劈，所以这个劈的结果只是胳膊疼。那实际怎么劈的？它这样劈的，大家注意看老师身体变化，劈，你看劈，是这样的一个身体起落的劈。我们再放慢做一下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这是劈拳非常注意的，劈拳一定是不是手臂的屈伸的劈，它要做的夸张点，我们这次就不发力了，这是你看身体跨起来再劈下去。所以大家注意形意拳的劈拳，劈拳四腹通肺，要求的是后背发力，一气之起落发力。现在我们讲解一下专拳的主要的要点，大家注意，我们从三体式开始，前边的手一样回手如钩竿，
砸到丹田上，然后这个本身也是个转拳，大家注意拳从口出。好，下边的转拳注意啊，它的特点是前手要往下扣，后手往上钻，但这块注意一下，它是一个两胯之间下边那个尾闾会阴那个穴往下撑往上钻，就像水啊从地上冒上，所以说钻拳似水，如电闪，如喷泉而出。大家注意看，准备好啊，扣和钻要同时准备，走，扣，哎，要打出这样的钻拳。好，我们请瑶瑶同学做一遍，从三提式开始，一二，好，同学注意一下，在起手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呀，肘不离肋，手不离心，拳从口出，要贴紧身体，对，好，注意扣和钻要同时，走。还是有一点小问题，就是这个手两手接触的不更近，那么我们给大家提过一个训练方法，请瑶瑶同学站立，转过来，然后这块呢两手相搭，搭了以后呢先看老师坐下，就练习左手下扣和右手上钻的协调配合的力量，你撑住老师，老师先坐一看，要打这个，所以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同时可以走，一二三，往上钻，钻到这儿，对，钻，往上钻，四五啊，这个还需要再练习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，这个方法提供大家双人练习，大家注意从侧面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身体里钻的力量，所以它要求是像地下的喷泉喷涌而出，所以钻拳属水，是闪，也叫是电闪，要有打出它的一个闪转劲。我们讲解一下喷泉的主要要点，喷泉四界如连珠界齐发，看似是手臂的屈伸，但是请注意它的主要要点在腰胯上，那我们试一下这个动作。好，我们从三提式开始，请注意，第一个大家注意，我们两手握拳，握成螺丝拳，好，这是很重要，这个动作大家从侧面看得很清楚，像是面拿了一个大枪一样拧着的，两手是要对拧的劲，对，两手一定要对拧，对拧，好，对拧以后呢，大家注意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可以是从上打，也可以平行打，当然也可以下打，那我们现在是向上打，向上打大家注意它的要点是什么，它这样有一个起钻落翻四界的特点，它不是直臂的屈伸，我们试一下，准备啊，你们看，准备，一螺旋握拳，二我们放慢，起转落翻，转腰转腰转腰扭胯。我们下边讲解一下泡拳的核心要点，大家注意，泡拳属虎，在于一开一合中整体的爆发力，所以我们先把上肢的动作学一下，大家跟老师一起试一下这个动作。我们做完三提式这个动作以后呢，我们双手一个是转身截拳收在腹前，大家注意这块呢用这个，大家注意膻中穴也念膻中穴，这个地方沉住，好，到膝口窝这个地方大家注意，这是要后背展开，注意看，好，有身体的力量，再看一遍，到前边伸手收到腹前，转腰竖肘而起，在心口弯的地方注意后背，注意身体的开合力啊，转，啊，这样的动作。好，请子佳同学跟老师做个示范，你看，如果我们按照五行来讲呢，如果你是打一个劈拳，把老师的手抓住，两个手都抓住，这个手劈着，哎，往下劈着，那你们看，如果我的手是这样用力抓住，如果我这样抓起来，所以要做泡拳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啊，一定是肘下垂，手上起泡拳。大家再看一下，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，这个手抓住这个手，抓住抓住接往下劈的很大力量。好，如果我是这样起起不来，你看一定是沉接坠走，好，起身，这就泡拳。泡拳大家看，所以一定是开合之间打的力量，不能手高架，一定要垂肘。好，我们先练到这里，现在我们学习到了五行拳的最后一拳，叫横拳。横拳的歌诀叫起横不见横，落顺不见顺，横拳属土，其形似弹，这个拳谱上这么讲不好理解，其形似弹是子弹的弹还是什么弹，所以大家看这个动作老师讲一下，我们先从三体式开始，注意看第一个动作，大家注意两手握拳还是如勾杆一样握拳，好，握完拳以后大家注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敌手从自己前手的肘关节下45度出去，但是不能起到了这样以肩关节为主的横波，这叫起横见了横，这就是形态的东西，不是内劲的东西。那怎么办呢？大家注意看，我握好拳以后，从这儿出去以后，
那么还是用的我们两胯的抽转的力啊。这是个两死柳，如撕棉，如果没有棉的话大家可以撕纸，大家试试两手同时用力的。所以大家注意看老师做完，一握拳45度出去，齐心丝带是这么理解，打出去。好，左手在这儿。好，大家注意，如果老师再打一个拳的话出去，你们看前边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蛋形，所以齐心丝带是这么解释的。那它核心的要点是在腰胯转动下，两手呢相错用力，所以起横不减横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拿一张纸可以看得很清楚，看老师做一下示范。好，大家看啊，这个手出去以后呢，他两个手之间是这样一个劲，错的力，哎，错开，哎，他要求这个力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在传统形容是发力如丝棉，实际上他是要求是两个什么呀，对向力偶相错用力，还是腰胯主体的。那这个过程中间你们可以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说起横不能接横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攻防含义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这个齐心四弹打的这个横行的巧妙性。好，我跟子佳同学示范一下。好，如果子佳同学打拳来了以后，你看这时候老师这个手横过来以后，大家注意看老师这个手，这是横拳，横拳打的是腋下，这叫横。所以你们看这个拳它不是横拨的，所以打拳过来，你看走，横拳，看老师脚还在踩着对方脚。说这个过程中间大家看到老师手心实际上走的是个横行的动作，打的腋下极拳穴，你看这个动作这样，所以是起手横拳，而不是拳来的有横拨的动作。好的，我们先到这儿。五行拳有劈、钻、崩、炮、横五式，分别应于金、水、木、火、土五行，强化引导和五脏六腑相连属的经络和部位，尤其是贯通任督二脉，实现真气周天运行为主导，进一步带动全身真气的旺盛通畅运行。大家好，我们学习了第二课以后，到目前为止我们进行了劈、钻、崩、炮、横的学习。
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太简单了？而且大家可能常常听到说形意拳是心意成语中肢体形预备，常常觉得形意拳是直线运动。不完全是这样，请注意，我们仔细思考一下，我们会发现劈拳由上向下劈，钻拳由下向上曲曲流流上，奔拳四界有伸缩之意。那么我们看到了奔拳的屈伸以后，我们看到炮拳是团聚，团聚从身体看，团聚的发。好，我们再看横拳四弹包裹。实际上五行拳它代表了一个球形结构，不是大家表观上看到的直线运动，其实跟太极球是有相似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三大内家拳形意、太极、八卦构成中国武术的文化精髓所在。好，第二课我们就上到这里。